请问亮亮曾经问了屈哥什么问题，让他当场无法回答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一二三，哦，我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很难，这怎么讲嘛？那个健康教育的部分啊，看亮亮的说法是啊，答案是叫做你有梦醒过吗？老兵不懂少女心，只有少女才懂少女心。这个有道理，这个有道理。好，就算你觉得有道理，就算你真的了解他，但我觉得亮亮最爱的还是我。上辈子的情人，这个都是这样，我们都会这样问的。最爱谁？爸爸。对，谁问就是谁。然后怎么？妈妈，我最爱你。对。要求的时候，对对，要买东西的时候，场面做给爸爸。一定要。第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请问，请问亮亮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最喜欢的科目。科目哈。来喽，卡洛斯来喽。英文。丢的卡洛斯。太逼人了吧？哎，不对，就卡洛基哦。哎呦，一、二、三。不会。亮亮，等一下，亮，好。英文为什么？他很喜欢追星嘛，然后他就开始，我就提醒他说，要先把语文学好，你才可以跟人家沟通。那是对，还有就是说，你看到国外那些人的那个比如说他发的文章的时候，你才看得懂嘛。OK， 语文是打开世界的一把钥匙。对，是。哦，哎，爸爸说社会，社会包括历史地理了。哦，你这个扫射范围太大了，答案不准包山包海。对呀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是背的科目，他背的会比较，他有读就有分嘛。哦，贝多芬，对对对对啊，有道理。哦，好，一起看亮亮的答案，一二三，加政课，怎么办吧？加政课，那个 Carlos。拿出来验 DNA。我哎，你们亮亮，为什么你最喜欢家政课啊？因为家政课你可以用缝纫啊，或者是你可以做饭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。对对对，喜欢手做。对对对，哦对，他是蛮喜欢做吃的。哦，你现在补充来不及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真的还蛮喜欢做吃，而且做的蛮好吃的。哦，哎，乖的，你看女儿这个年纪也可以自己煮饭。他会做五谷凤爪，哎，这么厉害，超强，他自己去骨，哎，你有才华。一次吃到女儿自己煮的饭，竟然是她嫁人之后的某一天。哦，邀请爸爸到他新家自己做饭，我就心里面也有感触，不如就把他讲出来。我说，宝贝，啊，她老公也在吗？说宝贝，其实这个是。爸爸这辈子吃过你第一次做饭给我吃，哇！吃完这一餐，从此你永远要为别的男人做饭。他老公在旁边出力奶奶创，对，所以要懂得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在。第二题，请出题。请问亮亮最爱的偶像是谁？后来，应该是英文的吧？啊，我知啊啦，是吗？我知啊。太难了，这好。Vicky 的答案，先看。范丞丞，范丞丞啊，来，那你的，哎呦，妈妈是一样的 ，OK 了，哎呦，一起看你的答案如何？亮亮答案是杨丞琳。好，各位，一 A， 对，哎，中间那个丞是对的。范丞丞，杨丞琳啊？为什么？就是一开始我也要讲范丞，那时候想想就是。哦，还是想看爸爸妈妈被打。不要说起来，不要说起来。杨丞琳多一点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屈哥，你怎么觉得呢？范丞丞，你是日常生活都在听的。因为第一个常常听到他提起范丞丞，然后不管在网络上啊搜他的一些表演啊或者什么的，为什么后来就换成杨丞琳？为什么？他杨丞琳也是很喜欢的，我有带他去看过演唱会。哦，但是他在家表现出来比较多的就是范丞丞，因为看到范丞丞会尖叫啊，会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这样。看到男生，然后陈琳他就比较内敛的喜欢。请问亮亮曾经问了屈哥什么问题，让他当场无法回答？什么问题？然后当场无法回答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一二三，哦。
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很难，这怎么讲嘛？那个健康教育的部分啊，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就骗嘛，说没有爸爸跟妈妈接吻啊，然后就亲一下哦，就没有。我真的不知道他问了屈哥什么。这要有不懂的话，亮亮问爸爸妈妈都尴尬。你问阿喜姐姐，就是啊，他钻研的非常清楚，怎么样训？还没有，哦，旁边看看，哦，只是就朋友了，但这种距离还是要有，对对对。来，曲哥，你的答案，你怎么会得金钟奖？这有什么好疑问？无法回答吗？爸爸是细心啊，这有什么好？对呀，不是，就是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，就是他很小的时候问过我，这你怎么会得金钟奖？他的意思，哦，我解读成。你怎么会得金钟奖？哦，否定你，对，小看我，为什么？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搞不好是一种肯定，爸爸，你这个金钟奖是怎么得的？我想知道，是有一点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我也想得。好，那看亮亮的说法是，啊，答案是叫做你有梦遗我吗？然后梦遗大师，然后梦遗啊，你有问过？有。这是当时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上健康教育，然后就刚好教到这部分，但我其实都不知道嘛。然后呢，我以为我是抱着很健康的这个看法，就去简单的问一下他。然后，但是他们当时他们两个都在场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整个大爆笑。那我怎么没有印象？有，我想起来了，有。